111年万安45号演习，并于7月27日星期三下午1:30至2点实施演练，敬请市民配合县警及民航人员实施人车管制、疏散与避难工作。违反演习规定者，依《民防法》第25条第2项规定，科属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。